新年第一次刮奖，2024第，刮奖，对，我问要是2024第几天？第三天。第三天，好嘞，来，让我，哎，怎么转过去？哎，这不搞笑了吗？这个不能拍的时候就不能转了哈。好，停下来再来吧。帮我拿一下，那我们继续。这个是要扣21，27，37，30，你的指甲真好用，还可以，双排，三排，哎，有点过分了，这样，我要几来着？21，都不是21。好的，漂亮！来，找你，这两个我已经扣开了。谢谢你，永远站在你这边。我站哪边呢？这个还没扣完，一直是，永远是。哎，这个没扣完。真的，我也觉得我的指甲很好用。还有两个。你猜是什么？有可能是什么？来吧。哎，现在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先写好字儿，再给它涂上去吗？我一直以为只有买的才能扣。哎，这个要用唱出来。我不后悔爱着你，用了整个青春，爱才不会。好嘞。那下一句你猜是不是歌词？是。我觉得一个梗只会用一次，看我们谁比较了解它。这么长。看，是不是永远做健康快乐的宝贝儿？哎呀，自带儿化音，北京待久了。好嘞。新年的第一次抽奖，很开心。很开心。